好的啊，我现在出发去韩国了，现在去机场，虹桥机场。5 hours later。好了，非常晚，现在大概是晚上几点啊？11点才到这边，然后我就跟朋友来这边吃饭，吃章鱼哥，好体贴的贴哦。Thank you， 是有点烫啊，烫不烫？终于爬了好多层的楼梯，终于到明洞，好累啊！好多年前来过一次。这还挺好看的，还可以，这个挺好看，我试一下。像一个大魔刚刚在里面买了，换了一身衣服，还买了个帽子。我们看到这边后面有人在这个跳舞，然后他们分了好几个槽，就是有的槽是很多人在看，有的人就是没有人在看，所以我觉得好可怜啊，就没有人围住，好大勇气，我觉得这需要。上菜喽。看起来不错，这是乌冬，这个是炸猪排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今天有人在上课啊，就是。这个叫蒸煮丹，是叫蒸煮丹吗？看你在摇头的时候，头发都在颤动。你一直是在一个微醺的状态，我知道你的脸很红。Previously， 在家已经喝了不少酒，然后再出来，这还好吧？刚买了珍珠奶茶，来给我擦一下。好，我们刚喝的这个珍珠奶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甜。而且这是半糖。现在去吃海底捞了，变成了说好的烤肉呢，说了好几次。为什么手会这样子？这是学生优惠的锅底。有故事的人，我们现在回家了，要好晚了，现在都已经凌晨了，是吧？1点了都已经。凌晨，我还是那么帅，头发都被压下去了。这个大妈是谁？这个大妈是谁？哎，这小姐被挡住。好，我们现在菜上了，这个叫豆芽汤是吗？豆芽汤，然后这个是泡菜汤。偶遇的班女，那几村笑是不是？还挺乖的，海边。哎，这边那边的头发真的很很暴露。我们现在是在吃烤肉。吃饭我都喜欢烤肉。这也太乖了吧，那个小狗。
住了。在梨泰院真的是很难打到车，我们那时候走了大概15-20分钟才找到地方去打车，然后现在终于回到我要住的地方了。这个泡菜汤，是第二次的泡菜汤，然后这个蛋卷也很好吃。错开高峰期吃的孝春炸鸡，叫做孝春炸鸡是吧？然后每次都叫成了孝春炸鸡，而且改不过来。上海好像开了一家，我今天看了一下外卖。我老天爷，上鸡了，鸡好大啊！来吃吧。好丑啊，我的头发！啊，好土的爱心圈圈。爱的魔力转圈圈。那看到这边只有一条特别漂亮的桥，看我有没有很像仙子？这样子。看上面这个，还有一个，好红、哦，以前那个年代的衣服。买一堆，这个叫什么？珍宝糖吗？百味糖的水糕。人在开心的玩耍，很有趣哦。请你再说一次你刚刚想说的那句话。对镜头说，想错了。跟谁？跟你在公共场合作案，在草坪上，在优衣库的试衣间。为什么你老是最近那么淫荡啊？说的东西都那么的色。因为你太骚了、啊。别他妈的什么都录了，烦死了。冷吗？看看我新买的衣服，好冷啊！这边其实晚上，好漂亮。在我先，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在在我身后的这边是汉江。你在这边做爱可以吗？你说的。嗯、追我，追我，啊、追我！啊！脏啊！真的很爱搀扶着我哎，我冷、啊、不能搀你一下吗？那我想问你原因是啥？我爱你啊，你滚。今天很帅哦，挺好的新帽子吗？可爱吗？你现在在去吃饭的路上，这什么？这个阿姨的女儿特别漂亮，就这个店家的女儿。今天不在，你怎么那么留意这些事情？之前我们天天中午来吃饭，然后就觉得她很漂亮，真的挺漂亮。骚，我就特别喜欢吃韩国的小菜。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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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吃饱饭的我们，然后现在就天都已经黑了，4点钟出来。我们在这个餐厅，这个餐厅的名字叫做“还不错的餐厅”，很直白。我们现在去逛街，好的，给朋友买帽子什么的。看我这个黄色的傻逼帽子多可爱、啊、
子好显得人好瘦哦。这个帽子叫哔哔哔啊！你别给我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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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样可以拍得到哦。我们一帮人看到中间有一个猫猫，那是广东的老乡们，我感觉热情很热闹哦，很吵哦。